哎，大家好，请看一下我们这个达标速度，速度是1万，就是我们要达标的那一个标牌名牌，这个范围大概在6公分到12公分。10公分。看一下，这是这块标牌的大小。长度的话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长度的话，大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宽度有8公分，长度的话有十几公分，12公分，8公分乘12公分的标牌名牌，时间是为19秒。看一下，这下面是时间19秒。标牌名牌激光打标机，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。